东京的街道都是以行当来分的。知道这条街为什么叫马行街吗？因为马贩马市都云集在此。东京人从小就知道，钓象局里买生药，潘楼东头置买衣裳。如果想喝茶的话呢，就得去茶汤巷。怪不得，我说这条街这么热闹，又没有对家，开茶坊最合适不过。没想到东京人根本不习惯上这儿喝茶。这附近有一座观音院，你们刚开张的两天正值佛诞，所以香客众多。但是平日在这里出入的全部都是马商。我知道你们点茶需要碾冲挑磨，很费功夫。文人墨客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东京的普通老百姓却不愿意这么喝。散茶嘛，又便宜又快，那才是他们的最爱。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你做生意，并不是不相信你的茶艺，而是我觉得你做所有的决定都太过于匆忙，太着急了，好像马上就想证明什么事。我可以对别人说没什么，可就是摔了一跤，爬起来继续走。可是我骗不过我自己，我不甘心，老是想着做点什么去证明自己。可是心里面真的难受，那种感觉就像被撕碎了再搅在一起一样，那种滋味你不知道有多痛。我知道，我也被人背叛过，还记得在华亭县那天晚上我去找你了。在那之前，我刚被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出卖了，他因为要立功升官，把我出卖给了我的上司，我亲手杀了他。他断气的时候难受吗？我出现很快，他应该不会觉得痛。我是说他断气的时候你难受吗？在你心里面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要听真话。在我眼里啊，你就是诡计多端、心狠手辣的黄承思。当然，你也杀伐决断、恩怨分明，就跟我一样，既仗义又小气，既糊涂也聪明。我常跟尹章说，这世上的人就像是三娘做的一口酥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可是里面有上千层，只有亲自尝过了才知道里面是什么滋味。所以你为什么要管别人的看法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安慰是一种同情，你是英雄，不需要同情。我是英雄？我这种鹰犬爪牙，百姓口中的活阎罗，清流眼中的千贩走狗，怎么在你这里变成英雄了？黄承思的名声是不好，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看见你做过一件坏事。你要杀的人都是该杀之人，你破的案也是为国利民，愚公你得到了圣上的青木褒奖，于私你帮过我那么多回，只要你不无端罗织故事冤狱，在我心里你就是英雄。鹰犬爪牙又如何？做国之鹰犬，名之爪牙，不比只会坐而论道的官更好？国之鹰犬，名之爪牙，宁蹈雪死不太平生。谢谢你啊，为了宽慰我，舌战莲花编出那么一大段来，有心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为了感谢你呢，我把赌约再延期一个月。两个月之后，如果你这家店能回本的话，以后你做生意的事情我就再也不过问，好不好？
你别在这装假好人了，我赵盼儿在江南也是鼎鼎大名的卖茶文君，你看着吧，一个月以内你也得到我这儿来乖乖排队。